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我们离线挂机给了很多东西是吧，就可以突破了，太棒了，直接突破，这是25的几率，咱直接百分百啊，不耽误时间了，突破到大陆师，大陆师出来一个30啊，庆祝一下，买了，还是灵魂啊，直接吃这个弹药，都吃了，这是加了36万啊，直接瓶颈，这今天又可以吃20个弹啊，2700万吗？4600万了，各位，咱们有歪了。就加10万，这现在加这个战力就好加了，这加好爽啊！刚才加2700万，我靠！临近二星要转，这是第7届炼药大会，咱直接炼制三纹清单，就那个清单上面有3个这个纹路。好，直接解锁我们的决战巅峰，我们战胜了纳兰嫣然。刚才那个是3年之约的那个誓言，我们就一纸的这个婚约，直接就给他废除了，是这么一个动画。先一件装备，继承一下。加了100万，我们现在充了8300啊，今天确实充了2100块钱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没有能够拿到这个榜一，榜一的话是1.12亿，我们是排名第二，铁铁的啊，4100万，第三才3300万。紫妍，哎，我来了，我终于突破了。现在他就给我一个随机的魔宠，我养一下，上升能加很多吗？加了1700，我靠，咱们搞点好的魔宠不行吗，大哥？鉴定30次，我靠，这有可能出好的魔兽的。这是剩下的是魔兽的材料，30块钱买了。能后退的话，咱就先升，先喂养再说。谢谢大家下载，再喂养。他也是1阶9段，1阶巅峰，2阶前期。血脉升至凡品，需要几个魔核？魔核就是从别的死去的魂兽上面拿下来的。升级。这里资质的话，就是用底下的这个东西去给他用，他就能加战力了。一个也加了50万了，虽然这没有加，但是慢慢的加在一起已经加了50万了，各位。冰皇。好，加了5万，现在咱们就搞这个集市啊！集市能升的都升了，今天30万也买了，弹药都买了，金币的话感觉够用啊，随便买一个吧。这个币真的是很好的东西，珍贵单方哦，4阶的买买啊，这是7折的也考虑一下，就看你哪个需要突破的就买哪个。这个是魔宠的浮光莲，可以的，这个加的就能加战力，这4折、6折、7折，今天只能吃3阶的弹药了，各位，哇，3折、5折。这个慢慢刷，其实每天这个跟不上的，除非每天都充2000，不然这个钱越花越少，所以还是买的这些东西要慎重啊。哇，3折、9折算了，6折，那把这都买了，现在都4阶的，但是4阶没有那个单方，没有那个方，买这个东西也没有作用啊。好，领取了，加8万，刚才买了很多单，我们把这个用一下不就可以了啊？这单直接用一下，加了25万的这灵气，加5万好像，继续加11万，哇，舒服，这个居然哇再突破。你看，这就是商店买的。我们中午的时候没有买是对的，中午时候买了，现在就升不了那么多了。中午时候就等挂机，它直接就升完，这个就很爽。现在买这个单就贼强，这里这几个法鼓单，紫色的就直接吃一个，一个加那么多，加一大管，哇，贼爽。好，直接次数多了2次，加刑天，这个是直接效果加一啊，再加一个，刚好吃完了。退魂，哦，身心，哦，三上云兰，这又可以做了。灵魂达到3级，精灵都达到3级很难的。哦，这样子。这加的是续战哦，这一加10万，哇！先升着走，好，再来，哇，这又是加了10几万，5000万的各位，他是加的多了，可能就加的多，或者说他某一个法宝，他就是能加百分比的，加就多，加43万，你看，这个加那么多，34万，它是新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加的多。你看这一下就升3个，就能加9万。新的法宝咱没有升过的，像这种就能加很多。这材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。哇，这材料也不够了，差不多升完了。好，给紫的升一下，森林只有这么一下就没有了，这材料差的太多了。这里一件装备，各位，加47万，找个金色的进阶培养一下啊。主要那328我觉得不划算，这气魂这儿就一个了。雨剑商店，这再花一点吧。魂玉要买，和丹药要买，还不如这个东西，我不推荐大家买，因为这个东西很贵的，这个币很难得，有的话就买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感觉也可以搞，其实可以买一个，这种以后就有用的，这个肯定可以搞。好，结束，再退一下，这个游戏叫做三天之约，斗破苍穹三天之约啊，这个培养起来很快啊，钢砂就不够了。慢慢来，这个就买了，再给这个培养一下，100个哦，还能练一下，加14万啊，再来再突破，又加了10万，
因为今天突破了，这就有新的可以领悟了，直接领悟，这个光光加战力贼爽了，给你大家看一下，修炼十层12000的材料，他待会儿还会弹这个限时出来的，相信我，以我对这游戏的尿性来说的话，8层9层，大家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谢谢。那么牛掰的主播不多了，你看现在其实今天晚上才折腾了加400万，加不了800万了，没有了，没东西了。这68的咱就不买了，30买买，这反正也无所谓。走你，实战力9层，他是加实战的，固化属性加100%，应该很强。这是飞鸦诀哦，要原土地数量解锁，换身修为达到零星星。刚才给大家搞了这个东西，再升一下他这个资质啊，加到30000，因为佛光莲加了30000，再突破再喂养，加150000。哦，就你看这佛光莲加好多啊，让人物等级不足了。这游戏主要是克太多了，建议你们要玩这游戏的不如看我们玩。这一件装备，哦，再加点，再加个30万，哦，舒服。这培养的话无所谓，哪里来这东西？退一下，加个10万。你看随便加180000，给葫芦的，这个葫芦要买，法鼓血之丹，好，4阶的，咱买一个。这个厌烦要买啊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工坊的厌烦，就只有两个限定，所以呢，这个限定咱们激环就可以弄满了。每日服用丹药40+1，哇，这个舒服啊！后面是加战力的，其实不一定需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买一个两个最划算了，后面的不划算。天地灵气加成加2，又加了20万，但是我觉得那个68可以考虑啊。突破这材料又加20万，咱们也给他买了26个，把它升完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攒不出来的，你看平均平开，这里或许都没有啊，就没有或许的。致命灯伤加成，输出就高了。具体这个战力加多少呢？加40万，再突破又加了一些。可以看这儿啊，又加19万。如果你们看的细的话，它有连续点的话就不无所谓。68再买一个吧，主要是他是说这个不够了，这个买了还可以再搞事情。这边68买了，这边68也买了吧，这应该是划算的。这样又有18000可以去升，最后再升，应该还有第15层是吧？能升到15层，我靠，这花那么多。最后一个全属性功法加成加10%，加30万，以后这版本也可以加更多，又加29万，哇！这里的话，玄奇地阶上面下面不就可以解锁了吗？对吧？因为升了一个那个假身，又升了一个那个田，把那个田给开垦了新的口味，所以就给升了。各位，走你，这个两个感觉都可以升完，升到10层哎。指点效果加3，哇，这个还好，先升了。哇，又服用丹药40+1，这个真爽。这个都是等级相关的，我就靠这个东西每天多一点，这多一点，那多一点。指点效果和指点次数，还有这个负担次数，这三个。保证我每天我能够比别人多一点这个经验，升的爽不爽？各位，6000万奖励感觉可以加了，又加14万，这个68还是买吧，这个感觉加的还可以啊。走你，再突破，好，圆满了哦，消耗2个，再加白米属性加20万，焚诀修炼2下，一宝激活一个蝴蝶化解钱，减伤1%加10万，这就可以给他灵魂了。刚才我们打了很久，这里的话可以升2级，1、2，这样35级就可以解锁这个东西了，解锁再升级，现在再一件装备吧，直接装备再加个48万，哇，今天6000万真的能到，哇，这直接升这个东西到30能升吗？刚才一下用了100多个，刚才那个328给500个根本就不够用，又可以退一个。走你，先突破，先加多少？先加10万战力，哦，12万，吃一下这个丹药，加80万，又可以再瓶颈，哦，现在要3转啊，65的几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加战力啊，加20万。再加15万，2转，再瓶颈，再升，再加16万，6300万，我的天哪！4阶这个丹药吃的贼爽，再突破，这个加了很多，再加25万，我今天绝对是榜一，在这庆祝一下，买这个葫芦主要是98，再买一个葫芦吧，这葫芦我都买了的。青灵果再加54万，哇，刚才那个真的得买，一个都不落，再加19万，玄境五星，咱们一天玩了别人10天那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能搞的丹药全都弄完了，咱们现在还有10次机会，只能吃这个了。这个虽然差，但是也还行。4阶呢，毕竟是5星3转，直接升6星啊！突破，咱们是玄金6星，你看第二名才玄金4星，咱也是第一，等级榜第一没问题。万火榜看一下差距，我才310万，其实我可以比他高一点点，竟然500万，真的是多花了好多钱。我这个升到41了，那么强！我武器榜我有个占第一，这个制品第一，法宝第一，哎，还可以，咱第一还拿了挺多的，拿了4个。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